我听说为喜欢的人削苹果，苹果皮如果一直不断的话，你们的感情也不会断。我这样有点切太小了，正常的话一个苹果切三瓣就够了。就把苹果先放到太阳底下晒上一天，像这样微微发软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摆密一点，水开蒸30分钟，然后再放到烤盘上，再晒上一天。这一边要晒到发红，再上锅蒸。最后一边晒的时候要注意，喜欢吃硬一点的，就像我一样晒久一点。像这样，每一个都跟抹了蜜一样就好了。那种甜丝丝里带着一点点酸的味道真的非常好。我还打包了一点给隔壁邻居的小朋友。家里有苹果的一定要做起来哦。